我非你不嫁，也靠尽情地好吧。别回望，有人在为你心傻。有事吗？蝙蝠侠的名字来自于他对蝙蝠的恐惧。那么，如果我身边的人成为超级英雄，那就会是蟑螂侠洋葱，妈妈打开我的抽屉侠红杰，上厕所遇到老板侠高手，素颜出门却遇到朋友侠婷婷，在高速公路上想大便侠博君，上课分组侠阿文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因为我家里的公仔太多了，有些是假到的，有些是我乱买的，所以之后可能每篇影片我都会抽几只送给大家，把我家清空。今天这篇，请大家在下面留言你是什么侠，我随便挑三个寄出一只公仔加我的明信片，然后不能挑款，只能说你要海贼王或是七龙珠，谢谢。翻开覆盖的现金卡，记账小本本，记账小本本。每一次你跟我借钱，我都清楚地记在这本小本本里，这是你想赖也赖不掉了。